欢迎回来第三 part 的宅知道哈，今天第三 part 呢，有位特别来宾要来陪我们玩《战舰世界》，欢迎小莫。好、啊，谢谢大家。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他是小莫，你是小肥。哎、欸，你才是丑八怪，连小都不用了、啊，小丑怪。好，今天要来陪我们玩、那個欸、小莫拆牙套嘞、欸，对啊，对啊，这很失望吗？难看死了。看他今天玩什么游戏啊？每也是每个人都要得罪耶。上一次小莫来是陪我们玩那个战车世界，手机的战车，嗯、对闪击战，是的。那现在今天要来玩的是战舰。是 PC 的、欸，因为现在那个万圣节到了嘛、嗯，所以它有一个火了模式，已经火了。前一阵子万圣节到了嘛，好不好？昨天所以有一个新的模，有一个新的模式，它里面有一个新的模式，还可以玩到，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这样子。嗯、啊，这个模式呢是怎么样？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射南瓜是不是？其实差不多啦，就是你选了三辆不同的船之后去打电脑。通常我们说三艘啦。对不起啦，三艘。所以一直呛。牙套一拆，连那个单位词都拆。所以是大家一起合作打电脑吗？就是你要互送一艘主船到那个对方的点。哦，然后会有电脑要来。击坠他这样子，嗯、你想要把会有很多丧尸，你要把它击毁。哇塞，丧尸船是不是？丧尸的，而且这个船的模组。我觉得很帅、欸，你有没有觉得后面的后面那个比较帅吧？好，不要紧张，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好不好？你们可以紧张观众。超帅，比中指。好，那个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节目的好康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字卡，还有要秀的意思吗？啊，好，小莫好康 Part One 不开船就导弹活动，在指定 po 文中呢，截图小莫在节目中比耶的画面，即有机会抽到好康周边啊！一奖是鱼雷笔。二奖是滑鼠垫，活动到11月4日截止，来参加肯定不捣蛋哦。活动网址在下面，自己看一下，还有 QR code 旁边看到这个图，好不好？哎、欸，你前面那坨黑色的是猫哦，是猫是？也是黑猫啊，跟你家一样。猫也是黑猫，拍照片。猫在其边。哇，你真的好有创意哦。没错没错。该你屁事啊，小胖猪。别想我，丑八怪。不好意思，来宾来都跟不要吵架吗？大胖子，你说什么？我不想跟你吵，没牙套，连两个都骂，没牙套没特色啊，没牙套吵两个人呢，呛两个。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打了，好不好？好，那我跟你换位置。好的，给你用。来，好，这边是。我觉得这个船很帅哎，请坐。很帅啊，对啊，三艘。好，三艘。这应该是驱逐舰吧？对，然后就是我比较习惯打巡洋啊。我是船哥，很帅，我觉得。然后六胎刷比较常打主力舰。对对对，我是选大台的船，很大。我们就选各自擅长。可以放大主力舰看一下吗？那边那边。我这艘主力吗？对，可以放大。这艘是应该是我的画面吗？对，可以放大看一下，好帅哦！我喜欢这种有战损的感觉。这个是一个特殊造型的船，是吧？这是万圣节特殊造型啊！对啊，万圣节特别的，怎么那么铜啊？就是有那个气氛、啊，对啊，而且它有那个锈的那个啊，战损那种，我觉得很帅，锈锈的。啊，你看这艘是巡洋的，那几阶的、啊？我是，它是因为它是特殊船，它算11，可是他们那个阶数没有意义，这样哦，没有意义，就是特殊模式，哦、就只是这些船在平常的那个阶级里面有吗？没有万圣节，对，它是。完全特殊的，应该没有吧？可以纠正我。好，没关系。好，纠正他去他的粉丝，纠正他，不要跟我讲。可以现在纠正，然后去嘴六他。我没有。如果有想知道，如果有抖内的话，可以来我的台，也不用去小莫。有订阅可以聊这个，有订阅也可以聊这个，不用麻烦他了。好了，不好意思，我们要开船了，好不好？那现在是要先组队吗？我们组好了。能组好了吗？嗯。那就直接开始吧，是从那边开始吧。就按加入战斗。好帅哦，这船好帅。Go。没了。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是一起去打那个 NPC？ 对，好的，就是互送嘛，互送，互送，会有电脑船，电脑船会特别强吗？还是特别？电脑船就是我们这几艘，我们要互送的船就是个废物啦。哦，这样子啊？对，你就要在它旁边，它才会往前移动，所以不能离它太远。哦。然后丧尸船的话，其实不要离太近，就不会那么。丧尸船就是敌人，对不对？所有敌人都是。嗯，然后会有一艘最大的怪，护卫全叫做拉斯普丁。哎呦，让他不要吸收过50%。拉斯普丁就是俄罗斯那种怪声。
肖，那你知道普丁是俄罗斯总理吗？我知道，但是我拉斯普丁跟普丁不一样人。还有投石机啊！对啊，对啊，开始扔。差点忘了这件事情。然后现场会有投石机，对，什么现场？哇，好黑哦！主力舰要现场，主力舰要秒掉投石机哦。秒掉啊！你的工作就是秒掉投石机。我连投石机哪都没看到哎。靠近就会看到了。好，好黑哦，真的好黑啊！所以还，所以一场游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玩家。方婷很开心在跳舞是？你他要啾咪一下吗？没有吧，他在穿搭没有关系。没有啊，他们截错图的话就没有用啊，所以会打乱呢。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前。哇，这台炮哦，可以前三后三。当丧尸太靠近犬索菲尼亚时，它就会停下。我没靠丧尸。我们要保护的船就叫犬索菲尼亚。犬索菲尼亚。旁边应该吧？就是啊。什么应该吧？不要质疑我的英文发音，就是犬索菲尼亚。投石机看到了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然后秒它。十公里，我射程有那么远吗？有没有？再近一点吧。再近一点。因为那个主力舰秒投机比较快。不好意思，我们的犬索菲尼亚已经中弹了。投石机是一定中吗？太大颗了吧，这个秒很痛，所以一定要靠主力舰先秒掉投石机会比较好。我正在努力的往他走，会打很痛。然后我觉得射程不够远，这个投石机好火焰哦。我快秒掉了，快秒掉了，不够远啊！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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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掉了，秒掉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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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知道他还在装填中，他只有一台哦，他只有一台。你的投石机有非常非常多台，现在只打掉一台。好好，没办法，我还在装填。反击敌人的被发现，谁发现我们？索菲尼亚。旁边有船，旁边有船，丧尸很多，所以。隔壁也是尽量先秒掉。隔壁好好奇啊！哇，他们都是主力舰的上去。出现了，哇，全部都主力，那不要太靠近就不会。哦、不要太靠近，其实就不会那么痛。对，但是很靠近，它很容易打烧你。哇，好帅哦，上次船。哦。没关系。哇，对方的船看起来好猛哦。其实蛮猛的。不怕不怕。哇，真的是大家都在打同一只。好，鱼雷去了。尽量是先把一台秒掉啊。鱼雷去了，鱼雷去了。我应该穿，我是不是应该装穿甲？哎 ，H E 就好了，它可以把它打烧。鱼雷会中。但是那个打投石机的话，可以用那个 A P。投石机还有吗？有有有，而且投石机因为打那个我们的犬索菲尼亚很痛，所以一定要。投石机用 A P 吗？对，投石机用 A P， 然后投石机要先打，因为投石机打船比较痛。那我要重新装填。超久的，对啊，你的妆怎么这么久啊？因为他们就在打混，好惨。没有啊，反正主力舰本来装填就很久。这个鱼雷感觉会中哎、欸，哦，应该会哦。这个鱼雷感觉会中哦，所以这个模式其实会玩的，你的虫子都要烧起来，应该蛮强的，因为他们比较好。哦，中了中了，果然中了。哇，这个模式玩驱逐应该蛮爽的。哎、欸，我刚同时接、欸。这游戏玩驱逐就是那个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哎、欸，我打他，应该说是最大的那个目的。我找我的 excuse 吗？先把它打掉。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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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所以，哎呀，你的船在被烧毁了。对呀、啊，搞什么、啊？怎么又着火、啊？太容易着火了吧？对呀、啊。哦，投石机船上在开趴，不是我后面有船在打我，可以帮我处理一下。有很多伤。麻烦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是炮，打。但是他的伤的船非常非常多。越往前就看到一堆涌上来，我们是要送到那个门里面，是不是？哎，门前面会有一个那个护送点，然后门里面会有大怪，就是普丁嘛，就是普丁。哎，那个那么高的，我是不是打不到啊？他后面，他等下会出来。哦，这样子。对，我们就先打别的投石机。有看到，看到，看到。嗯，哎呦，哇塞，哇哇哇哇，全部打在石头上了，小莫。没关系啊，先打再说嘛，在那边呛。哎、欸，哇，超不痛的，打到装甲区打一半。哎、欸，月亮超大超圆的哎、欸，真的哇，你真的都怪不行，不能看月亮啊，月亮就真的是比较真的比较圆。哇哇，一样全部打在石头上，小莫。没有那个炮就是。不要找借口，你就是打在石头上。好了。这边偷笑。好害怕，好帅哦！上次好帅哦，他好靠近哦，好害怕哦。可以啦。不是因为他很靠近，就很容易把你打烧，然后你就会瞬间死掉。又看我们正前方还有很多，哦，怪超多的，要逃走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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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着火！你整个床都烧火了，着火要按。你问这就是中秋节烤肉是吗？好贵呀，所以不能靠太近。想烤肉？而且很容易找到队友，你就看到那个左边一大堆的粉红色。哎，我们已经有一个驱逐舰倒了。电脑杀手，放心啊，这个模式很难赢，所以输了也不会觉得啊，这模式很难赢。那现在大家凭什么？大家聊天啊，就讨论区一片还是要聊天哀嚎。你是不是讲出内心话了？讲错了啦，讲内心话。约中了，约中了，中了，中了！哇，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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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头子一砸一个大颗到我头上啊！好，反正你一直在烧毁，没差啦。哎，他爆了，是他先打头石哦！哇，你的船头！这我一定打，是不是还行吗？快了快了快了！我真的烧起来哎！哎，你修，看来好像有点不太妙，你还有五十几秒。我看是不行。跟大家说一下，按 R 可以修哦。爆了爆了爆了！我跟你说爆了。哎，我的啊，要抢啊！叮，哎，怎么没扣血？哦，他已经爆了，我在那边。还在那瞄准、欸，我觉得好像会烧死哎、欸！我真的会烧死啊！我没有开玩笑哎、欸，真的要嗝屁嘞！嗝屁！嗝屁！嗝屁！屁屁也屁！前进！这是声控。哎呦，增加点气势吗？我是会被烧死，真的没有开玩笑。我八成的船员已经熟了，五分熟。我是一千多滴，嗨，小莫都说输是没关系的，好不好？啊，灭火！哎呦，这个又着火了，这太容易烧了吧？就不能靠太近，生什么气呀？它其实靠太近，丧尸船的射程很短，所以不要靠太近就好了。所以丧尸船的攻击基本上就是很容易烧嘛，很容易烧。是它的攻击。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丧尸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些船啊。哦，对啊，这绿的就是丧尸船。我真的要割了，看起来是没事啊。好了，好了，打破它，哎，打破它，哥哥，哥哥，你怎么没事、啊？好激动的哥哥，你为什么血还那么多啊？因为我会躲啊。哎，哇塞，想的也对哦。好，不要看我们，看到画面了，我死掉。你就看他，看六探沉下去。前一些这个好像还是像是六探的视角，没有换掉。对，到底是要多羞辱？而且还字还改说小莫视角骗人，你看。对呀、啊，这是六探的视角。换了换了换了，小莫视角了，直接帮你看。这应该是小莫吧？对。哇，你船上还有这样，我有点害羞，还是比较好。一个特斯拉哎、欸，真的、欸、特斯拉哎、欸。哎呦，这个，哎呦，我打他们都没有打到什么大区，都没什么扣血。其实主要还是要。蛮靠驱逐，对 ，H 一现在可以尽量让它进水或是引发火灾，但是我觉得我靠它太近了，好害怕、喔。不会啊，你船太多了吧？他们。对啊，所以这模式。额外工作失败，他也停下来，为什么？这次要工作啦，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帮你多加点经验值，没有也没差。哦。对。就丧尸如果靠那个大船太近，就会失败。哦。哎、嗯欸，你引发火灾不错。这其实。真的。以后叫你张惠墨，这什么东西？张惠墨，啊，那是布丁出来了。哪里？想看？对啊，这边。布丁哦，太远了。拉屎布丁，我以为很。Rice 布丁，米布丁。Rice， 头骨鸡。头骨鸡。骨巨鸡。哇，哎，没有阻力，头骨鸡超硬哎。你的热条应该是二阶船吧？二阶的美国巡洋吧，还是什么的
很久没玩一二三节了，打爆！或者那个铃一响，我肚子有很饿的感觉吗？我太电了，人的问题没事。你真太饿了，你不要吃素肉啊！哎、欸，太骚了吧！救命啊！好喔、救命啊！这是怎样？好难哦、喔！我还有四十几秒还可以修。我们还有四十斤，四十几秒。才可以修哇！你超残酷的，你传承了，然后荧幕还变蓝色的，没差、啊。我都不想看我自己死掉了。宁静的海平面、啊，哪里宁静啊？你前面在烧哎！不是你如果沉下去，你就只会看到海哦。然后视角就转你的尸体上，但是就是一片海。OK， 死了。我应该。哎、欸，你打很多哎、欸，你集成两艘，命中79颗哎、欸。哎、欸，你们两个船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是补丁吗？是哎、欸，那是补丁。哇塞，好绿哦、喔！好害怕！哇，一个宅气船。哇！直接这样，他伤害太痛了，直接被补丁收掉了。哇，剩三艘，不对，剩两艘而已。嗯，没了。我们结束了是不是？不然跳回画面，我没看到。所以是觉得算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来看到没有吧？我们还有两个队友啊！好，爆啦！剩一个队友啦！因为，对啊，大家都死掉，主要工作失败，消灭所有敌人哦，我们就剩一艘了，其实没了，没有啊，那艘就是全索菲尼亚了，不是，敌人也剩一艘啊，哦，布拉斯布丁啊，对，哇，他没有钱、啊，不会失败，没有钱啊。打蛮多的，但是我是没看到。小莫聊天室的大家说你他们的任务要失败了，可以请求你比个耶吗？赶快截图，快点截，各位赶快截。为什么小莫要比耶？因为接着今天的任务啊，比耶截图就会送你、啊。没看刚刚的活动是？哦，对哈。对啊，哦、他刚才很认真在帮大家介绍，所以都没小心截错了，然后重叠这样子，截到我没有、哦。来，给你们一秒，太多了吧？快点蛋！洗出来了，神经病。好，我们有另外一个奥利赠送的活动，好，是的。好，帕尔分享预告图抽好康，只要分享今天的预告图，就有机会抽好康周边哦。活动到今晚12点为止。是的。你们美丽的抽奖时间只剩下大概3个多小时。是的，还很久啦。好，那个今天玩的就是那个战舰世界，嗯、好吧？万圣节的活动，如果大家有眼睛就可以发现，刚刚那些是船，所以是战舰世界。OK， 现在有一个万圣节的活动，就是像刚刚那个活动，有很多僵尸船，绿绿的。那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啊？那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啊？2分钟之后马上结束。大家都问了，那我要问一下，那活动等一下，我刚刚有查。哎呦，你用查是不是？那我也会啊，拽什么拽？那你先查啊，来啊，先查，看谁比较快。啊，我输了。11月10号。11月10号，还有好多天，还有蛮多天，还有一个礼拜，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如果不敢打的人，觉得打人压力很大，没关系，也可以打电脑，因为这个压力也挺大。对，我觉得压力挺大，对不对？但蛮有成就感的，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合作推广的感觉。是的。好的，那就是今天这个战舰世界的部分啦。好，这一 part 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玩一个手游。这个手游上礼拜有玩过，很好玩的。上礼拜有玩过吗？对，上礼拜有玩。对，它就是元素物语，好吧？元素物语，好吧？慢一拍，我们谢女士代言的元素物语，很好玩哦，好不好？真的很好玩。看一下元素物语的画面。嗨，好。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企划，该不会这么巧也是啊？有中秋节、万圣节的活动吧？也是跟万圣节有关的。没错，游戏也是有一个万圣节的活动。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字卡好了。嗨，不好意思，
哎，自考。好，西洋鬼节 Halloween 万圣节来喽！活动时间10月28日星期五6点到10月4日星期五的3点59。OK，袁书宇的大陆也被坏坏的南瓜国王入侵了，他会出现在火焰之大陆啊！大家一起给坏南瓜一个教训吧，好，统统把它打烂，然后喂猪。对，没有错。最主要的，打南瓜国王可能会掉落万圣节限定的威斯普哦。与南瓜国王一起登场欢庆万圣节的还有捷径常客水兔跟风靡万千粉丝的超级金属伯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金属伯格是吃的，是肥料，是不是？金属伯格他在里面是一个角色之外，他就是你可以压住，比如说你两个伯格就可以让他经验值提升2倍，所以就是肥料。好吧，拿来肥料喂了，拿来吃的，拿来吃的 OK 是的。没有啊，我只在看桑尼什么时候好。伯格就是这个右手边那个金色这个，有没有这个？看起来就是好吃，很可口啊。伯格。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来打南瓜国王吧。好。南瓜国王好像在上面。这里。不是，这个。OK， 比个赞的那个。有没有？五星南瓜国王啊，期间限定的超能力 ，HP 与攻击提升500。好，讲那么多，你来。直接开始。单人游玩，熊天燕也下载了，玩了一下。好玩吗？你觉得？还不错，因为他可以 auto， 你就不用看到自己牌。可是后期你不能 auto， 因为你后期 auto 很容易就输了。哦，对对，没关系，有后期再考虑。玩到后期再来练习。哦，直接打 boss 了是不是？两连锁以下的攻击无效化，注意。注意。也牌太多红色才能发动了吧？技能上。对啊，因为他放越厉害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会越难打。OK。是的，好不好？哎呦，血型蛮强的。少放一颗绿色啊！哎呦，哇塞，不愧是代言人是不是？我可是有在玩啊，厉害！哎呦，打完哎，超不痛啊！真的哎，打完还是输了。哎，没关系，打十块，有点痛，100多，你看什么屁啊？少啊，很多哎。很少吧，有很多吗？这个要撞颜色了。没有，他不是要那个吗？哎，来不及。他不是二以下都没有。哇塞，这个天降赛！哎，碎了，哎，碎了，碎哦！我有，可以，好像可以。有 feel， 有感觉，像这是两个在一起，到底要干什么？不是，他每个技能不同吗？你真的难相处。没拉到，红色没拉到，杀他！啊，没有，还好。哎呦，没红色了。他不能放技能吗？换个颜色之类的。要看他帮我们排的位，排的那个角色。哇，有点痛。哇，一颗红的都没有，我还叫头翻出来，谁受了啊？真的是假赛了哎！哇，你就不要打那小只了啊，打那个。对啊，打大只的。江户奇变火骑十字型，打这只十字型。可以变吗？可以变火。什么意思？哦，排那个形状它就变火吗？对。哎呦，是这样哦。哇塞！哇塞！来不及了。你可以排超大那个，真的可以的。我看一下，9个，3、4，那9个是干嘛的？不止9个啊，9个。全体发动超强，自身 HP 越少会越强，普通。普通，就排9个。来不及。哦，为什么？我也很想问为什么。哇，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哎呦！才点呢，真的是王八羔子。喂，直接骂人家，冷静。你是排绿色十字啊？
没有，因为它下面的角色没有 绿色就没有用。没有绿色石不就变火吗？没有，它是变火，可是我现在都有火旗啊，所以不怕。它要死了吧？它没有流火吧？或是滚吧？可以了。那要把剩下打掉吧？要啊，剩下打掉。剩下六色火鸡突了，排一下。火之鸡突了、啊。火之鸡突。是要干嘛？在干嘛？哎。可恶，没有按到。又没有橘子了，没有红旗。哎，你蛮强的哎！拜托，我在练呢。哇塞，那是你三年到现在没看过你玩游戏这么顺过哎。喂，屁呀！我也是有打赢过你的，你干嘛？你才没有打赢过，你做梦啊！我有，好不好？你咳嗽跟气喷在我身上，我会不会感冒啊？会。会。赚。我没感冒。但你一直咳嗽怎样？哎、欸。喜欢咳嗽、啊，鼻型肝炎之类的。鼻型肝炎太严重了吧？不是，我本身是有鼻型肝炎的、啊。我是兴趣咳嗽啊。兴趣咳嗽是怎样？搞定了。猛。厉害厉害。厉害。这角色厉害，真的很猛。等一下掉什么？哦，这样有拿到东西吗？要看你弱奖励 ，drop bonus 哦。等一下，你这样一直刷一刷，刷到一千，刷到一千分，对，一定掉。哦，可是难怪好可爱哦，有哎、欸。哦，你要拿到进化石板，它才可以进化。那个石板是要慢慢收集。哦。解放的。放了，放了，放了，火放。火放大王，好，姐姐啊，这个是南瓜国王的关卡。那他现在除了万圣节期间，除了这南瓜国王的关卡以外，你挑战那个木暗之大陆的秘宝活动，他从11月1号开到11月9号，还有延上一个礼拜。他打赢的话，你可以获得那个血鬼面具。血鬼面具，哎，我要找一下。好，就是暗的关卡，就这边了，对不对？对，检查一下。你点进去，它就会显示是不是暗的。哎，怎么看？火的，这是火的。是吗？火焰之大陆啊，上面不是写火焰之大陆？哦，那暗的大陆在右边，在右边，在右边，最右边，右边，在右边，右下，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下面，这个，这都暗了吧？再下，再下，右边，再右下一点啊，就这个最暗的，最暗的啦，看一下，好，暮暗之大陆，好不好？他们打哪一点好了？他们已经打到哪了？31，嗯，这个，喂。好，开始，噔噔噔，你很 rock 哦，很 rock， 比四个发的大起来 rock， 哎呦靠，一讲就四个 rock 好多，怎么会这样啊？不然你忘记换队伍啦。我打暗属性，没有换光属性的。没关系，我光属性没强，没差了。OK。OK 不 ？OK。等一下哈，哎，这石头这样卡，我就怎么排啊？还是可以排，它还是可以动，它没有被锁住。你说石头可以动？对。哦，你说石头，我以为是说那个捆绑的。也没有啊。啊？哎，中毒了哎。对啊。哎，打的是中毒是怎样？白石头跟我电脑一样。你电脑现在中毒啊？我电脑毒了吧？这个毒到翻了，我电脑毒到我个资都被盗，配都被盗刷好几万，夸张了吧？毒了不？不要放一些解毒的，这关卡看起来很难。我已经解不掉了。其实它关卡到就是20之后都会，每一关都会很难，就是没办法再开自动。我解放了，哎，解放是干嘛、啊？解放就可以让你脱一件外套。我要暴毙！解放，我刚刚先解放，我们看看到什么解放、啊？这个火之鸡公哦，扫符强化我方火属性啊，强化哦，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要用光属性打我就好。我不需要啊。哎、欸，你这个石头真的很雅给，你知道吗？对啊，挡在那边。我不知道雅给什么意思。挡在那边跟前女友一样格格迪啊、哦！真的，哇，格格迪的，格格迪啊！可能我拿小怪就要死了，我要死了！
哇塞，哇这边陷阱也太烂，春秋听懂吗？你的角色没换呢。哎，不可卡在这边是够烦的，对吧？前面打过，先打哦，够烦的那一种。还有六康、七康、八康。哎呦，还不错啊。我就要被毒死了，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哦，只剩一点血了。哦，天，很生气。那个狙狙狙已经准备超久了，走吧。我打第一关，这样跳超前面。哎、欸，扯。扯。好，不打了，我们直接召唤。好，生气。总之打按那个莫暗大陆就会打到那个了、嗯，好不好？血鬼面具换奖励，来来来来抽了，来抽了，我就想抽了，抽不用动，真的，只要花钱就好，不多。真的，这游戏最喜欢的。好，那我来抽什么？真的吗？来来这边，抽跟那个、啊。现在在线活动是火属性超大幅。哎、欸，我抽到、啊，我在家里抽到，我都不知道好不好。因为他一百九好像就送，好像二十还是超爽。送对啊，你现在新下载这个游戏可以有很多抽，超哎、欸，超爽，真的超爽的。那我抽火的好了。抽火新的。我来十连，哎、欸，保魔力，抱歉，来来十连，好。一定有五星的，我跟你讲，我就是运气用在别人的机器上的男人。我上次不是一拉了就拉三个彩虹，对啊，回家一个都没有。真的假的？真的，觉得开心。我觉得我应该请你帮我拉的，我每次都没有什么。哎呦，没有。哎，对，就是这种感觉。那我完全明白。好烂，好烂哦！好烂哦！换我，再一次，十二万。还会卡一下下，随便点一个。哎呦，紧张哦！不要给我彩虹哦，因为我会哭哭哦。哎，现在有一颗啊，我在家自己弄都没有。是的。哦。魂狂上升中。看一下，行，这新角，新角吗？哎，新角哎。新角哎，谁啊？谁啊？超级稀，超级稀有，你看哦。对，它是特殊哦，是超好，很好用，厂商可以汇给我吗？汇什么？汇什么汇给我？直接汇钱给我。20%的防御火妖、啊、哦，还不错啊，很好用哎。它排两个蓝，它就可以。该我抽大幅提升，大幅提升。小木仙呐、啊，流的、啊，按一下而已嘛。亮亮亮，现这样子。按两下，不过它只会吃到一下。嗯，对，那边。再进行一次。对。拜托拜托，白发白发，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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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烂啊！彩虹躲在这里啊！别看了别看了，给彩虹。没有一个好的吗？拜托，我枯叶机外翻大哥，快彩交给我好不好？只有枯叶机外翻的人才抽到彩虹，好不好？好，是。等于说点零。所以我枯叶机外翻、啊，我已经看到一个彩虹了。我先去厕所一下，看到一个彩虹。简单讲是枯叶机外翻。我已经看到一个彩虹了，彩虹下来，你拍张照片传出来，我们帮你鉴定一下。哎，你看一下六套，这是枯叶机外翻吗？只有枯叶机外翻的才可以。好清楚是不是？玩太大力了是不是？嗯，好。看这个温柔一点，这跟我枯叶机外翻一样顺，有没有？哎、欸，一颗彩虹，一颗，不愧是外翻。可是很多，可是你三星的很多啊，好烂哦、喔欸！真的，你有一个已经45次是怎样的？抽太多了吧？还抽过？没抽到有的烂死了，烂死了！你们都去死，我恨你们，你们都得丑病吧？好凶，好凶！干嘛？你还想抽是不是？总单什么？好，再让我试一次，这样也是不要，因为我们可能后面还要抽。好，好，这个就是元素语。哎，元素语。好，他现在还有一个好看活动，再看一个字卡。好，再多一点阅读量哈、哦。元素语，元素齐步走活动啊、哦，在指定 po 文中回复玩家游戏 ID， 即有机会抽到超值虚宝。有100的水晶，无属性之破魂力果实，多一点阅读量，多一点阅读量，魂力果实加一啊，乘十啊，活动到11月6日截止。11月6日，来数一下，11月6日截止，来元素一下，数一下，数一下 ，OK， 好不好？活动网址自己看一下，那个 QR code 自己扫一下。好 ，OK， 好。
好啊，可以回来了，好，谢谢。好不好？这一趴呢，到这边。对，好，谢谢小莫来陪我们打战舰，还玩手游，好不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再回来最后一趴。